呢件事唔係發生喺我一個人身上面。香港點解會變成咁？為什麼他們會走這條路？我的心是痛的。他們的前途會怎樣？你可以表達你的不滿，表達你的訴求。但是必須受限制。的指控越嚟越嚴重，其實我一直俾人起緊底，係咪真係咁憎我哋呢？作為你個老婆，我係會擔心嘅。禍不及妻兒，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唔公平嘅。邊個唔算犯法，我就拉嗰個。保護咧生命財產，依法執法。至於嗰班對我哋失望嘅，俾啲時間佢哋，時間可以證明。呢件事不是發生在我一個人身上面。香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為什麼他們會走這條路？我的心是痛的。他們的前途會怎樣？你可以表達你的不滿，表達你的訴求。但是必須受限制。的指控越嚟越嚴重，其實我一直俾人起緊底，係咪真係咁憎我哋呢？作為你個老婆，我係會擔心嘅。禍不及妻兒，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唔公平嘅。邊個唔算犯法，我就拉嗰個。保護咧生命財產，依法執法。至於嗰班對我哋失望嘅，俾啲時間佢哋，時間可以證明。
呢件事唔系发生喺我一个人身上面。香港点解会变成咁？为什么他们会走这条路？我的心是痛的。他们的前途会怎样？你可以表达你的不满，表达你的诉求。但必须受限制。的指控越来越严重。其实我一直被人起底。是不是真的这么憎我们呢？作为你的老婆，我是会担心的。祸不及妻儿，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邊個唔想犯法，我就拉嗰個。保護咧生命財產，依法執法。至於嗰班對我哋失望嘅，俾啲時間嘅嘢，時間可以證明。呢件事唔系发生喺我一个人身上面。香港点解会变成咁？为什么他们会走这条路？我的心是痛的。他们的前途会怎样？你可以表达你的不满，表达你的诉求。但必须受限制。的指控越来越严重。其实我一直被人起底。是不是真的这么憎我们呢？作为你的老婆，我是会担心的。祸不及妻儿，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邊個唔想犯法，我就拉嗰個。保護咧生命財產，依法執法。至於嗰班對我哋失望嘅，俾啲時間嘅嘢，時間可以證明。
呢件事唔系发生喺我一个人身上面。香港点解会变成咁？为什么他们会走这条路？我的心是痛的。走走走，他们的前途会怎样？你可以表达你的不满，表达你的诉求，但必须受限制。的指控越来越严重。其实我一直被人起底。是不是真的这么憎我们呢？作为你的老婆，我是会担心的。祸不及妻儿，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边个唔想犯法，我就拉嗰个。保护咧生命财产，依法执法。至于嗰班对我哋失望嘅，俾啲时间嘅嘢，时间可以证明一切。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香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他们会走这条路？我的心是痛的。他们的前途会怎样？你可以表达你的不满，表达你的诉求，但必须受限制。的指控越来越严重。其实我一直被人起底。是不是真的这么憎我们呢？作为你的老婆，我是会担心的。祸不及妻儿，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边个唔想犯法，我就拉嗰个。保护咧生命财产，依法执法。至于嗰班对我哋失望嘅，俾啲时间嘅嘢，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其實我心痛的，我心痛，我都心痛，我拉了很多勇武派的，上到車才只得16歲，我就看著年輕人，你知不知道自己做什麼？是他們答我們不到東西，我的心是痛的，為什麼16歲仔你書都未讀完，你去做一些違法的事？拉的時候的過程我們是很不要激動的，即會跟他生與死之間按了他，控制了他，但是上到車是另一個畫面，上到警車我們看到他的樣子，看到他身份證，真是另一個畫面，我的心裡面是心痛，香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可以說現在我們這條橡筋是扯到最痕最痕，只不過我們這條橡筋訓練有數，還未扯斷。在這個行動裡面，包括現在，其實我們每一位同事都沒有放鬆過，每一刻都沒有放鬆過。雖然我們有收工的時間，但其實我們每一天24小時都是按緊 standby call， 只要基地一叫我們回來要幫忙的話，我們就要立刻用最快的方法回來基地拿裝備出去幫忙。我們的分子是有三個的範圍的，第一個範圍是會講一下有關於今天的行動概要，即是面對現在這個困境我都是會堅持住，因為做警察是我自小的志願來的，那從來都沒有變過，是的，由我小時候即是我有認知開始，那已經是想做警察的。喂，老婆做咩啊？今日都天氣都幾好啊，可以帶波場小米出去玩。不過你小心啲啦，係咯，唔好整親佢。係咯，就咁啦。細車會唔著藍燈經過開源道，跟住睇下有冇一架車喺度。O K。請講係。我哋第四名報咗。麻煩大家留意。報到曬，拜就主要的民間的活動咧，都會係喺翻 Hong Kong Island 嗰邊嘅。據我哋 intelligence， 因為其實我細個都好中意做警察，我媽亦都咁同我講：你大個咧一定係做警察。佢話睇上到咧話你一定係做警察嘅咁樣。我話係咪㗎？跟住嗱，又真係做咗警察。由我當差到依家，同大家一樣，當差本身就係唔安全㗎啦。
但要到父母記掛太太、仔女，甚至乎大家同僚身邊的另一半，我覺得呢個社會已經係差極嘅。唔好唔記得我係警察嚟嘅，今日我哋需要付出，呢個就係我哋嘅工作，亦都係我哋嘅使命，依法去執法，好嘛？賢哥，交俾你。喂，好。喂，啊，我諗就客套説話，我就好少講。即係大家知道我中意講咩多嘅咧，但係最緊要就係，即係我覺得即係唔好衝出去一個人，要做就成班就係衝出去一齊做。希望下一次將來你哋升級之後帶你同事出去做嘢嗰時，唔好令到同事受傷。希望將拉到嘅人就要拉。我哋警察從來冇政治嘅取向，邊個面前犯法我就拉嗰個。其實我哋就完成㗎啦，好冇？就咁啦。警察總部喎，咪總部隔離咯，叫人又唱嘅，應該起槍。佢哋成日口話冇大，即係冇背後冇人主使，其實就有人主使。一定有啦。點解啲文書？吳大鳳今日小心啊！今日咧真係有機會死人啊！我好大感觸。希望冇啦。其實我喺港島區，每個星期、每個週末，即係好多唔同嘅理由，同時啲市民都會出嚟遊行集會示威。咁呢個都係常態，我哋都見慣。我哋做警察，其實就好似平常，我哋喺唔同嘅即係嚇週末裡面發生嘅集會遊行示威嘅處理手法一樣，我哋都係去盡量去協調啦，
盡量去幫助他們啦，完成他們的集會啦，能夠表達到他們的訴求啦。我們做警察其實即係都係我們不偏不倚，我們是根據我們的法律，根據我們警隊裡面的程序去處理和平合法的遊行示威，是我沒有跟以往咁耐做的處理手法沒有分別。使用的武力令到多名警員受傷。你哋立即離開，或者我哋警方將會使用適當的武力將你哋驅離。我哋用一啲嘅武力咧，係有個指引啦。我哋面對住任何嘅一啲嘅暴力，我哋嘅原則都係用一啲最低嘅武力，希望可以制止到面前嘅一啲嘅暴行。我哋達到目的之後咧，我哋會停止嘅。咁而當時當刻，第一就係話防線嘅警務人員，佢哋自己嘅生命可能都受到威脅；第二，佢亦都要保護住喺立法會裏邊嘅人嘅安全。咁因此佢哋選擇咗當時嘅情景最低嘅武力，就係用呢個私房嘅催淚煙。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克制、容忍同埋專業嘅決定啦。特區政府決定暫緩修例工作，呢件事引起社會矛盾、紛爭同埋焦慮。我喺呢度向每一位香港市民真誠道歉。想問哪位是所謂的談判專家？現在談判專家說他們呢就離開這裡就不跟香港人談判，但這件事是正確的，因為跟香港人談判的是盧偉聰，是不是？盧偉聰撤回暴動定義，示威者，只有暴力，只有暴力。
都幾詫異嘅，因為未試過有咁多人去圍堵警察總部啦，同埋去咁肆意去破壞我哋警察總部外邊嘅一啲嘢啦咁樣。依個係對於我哋警務人員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挑人嚟嘅。咁但係見到為數咁多嘅人去做呢啲咁嘅行為，當時我自己都會覺得社會上面對於我哋警務人員的一啲嘅形象，或者佢哋點樣睇我哋警務人員咧，係咪真係咁憎我哋咧？包圍警署都發生過嚇，喺譬如旺角嚇，去到佔中嘅時候，其實好多晚都包圍喺警署門口嗰度，唔同嘅理由去包圍去嘈吵。咁但係警察總部咧係嚇，即係我相信我即係歷史上可能都係寥寥可數嚇，即係可能係真係冇乜點樣發生。我都好詫異，甚至乎有啲文職同事咧，我記得女士啲秘書咧，佢哋去翻屋企可能要湊仔，要煮飯，屋企有事情，佢同佢講：你俾我放工啊，俾我翻屋企，因為我個女好細個，要翻去照顧佢哋。佢哋係萬不講理，係好野蠻。我嗰刻都感覺哇，點解佢哋要咁野蠻咧嚇？同一時間，外面亦都有好多嘅示威者向我哋警察總部掟雞蛋啊，跟住之後噴漆啊，跟住之後做一啲刑毀嘅行為啊，可能係叫爛我哋出邊一啲嘅字啊咁樣。咁依啲嘅行為咧，係其實係我做咗差唔多18年警務人員，係第一次見到人咧係咁樣去羞辱警察總部嘅。咁我仲好記得咧，嗰次我哋係要搞到半夜，我哋後屘就用翻其他嘅警隊嘅資源啦，咁就係裡面同埋外面咧係去合作，咁啊製造一啲我哋嘅離開嘅路線，安排咗旅遊巴咧，去到係半夜咧，我哋有成500多個同事咧，能夠係成功安全咧係離開警察總部咧，係坐旅遊巴翻屋企。當時我哋冇即時嘅拘捕行動，但係我哋係會事後亦都會咧係揾翻嗰啲人出嚟。如果即時去同示威者硬碰嘅話，咁可能會造成大家都有受傷啦。咁亦都未必一個最好嘅結局嚟嘅。There are still lingering doubts about the government's sincerity, or worrie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ill restart the proces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So I reiterate here, there is no such plan. The bill is dead. I am 撤銷所有抗爭者同埋政治犯嘅入罪，徹底追究警察濫權嘅情況，同埋立即實行雙普選。我哋過冷咗正㗎啦！阿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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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我在現場聞到係可能用過我用咗胡椒噴霧嗰啲化學物質，我係聞到啊啲空氣都透唔到，係仲係嗰啲殘餘嘅粒子都仲喺一個空氣裡面。我望到成個好似地獄咁樣，好驚慌，好點解哇滿目瘡痍？我再後來找到我的副指揮，原來他的手指骨折斷了，跟住再個副指揮嘅佢嘅單位裏面咧，有個警長咧，甚至乎係俾其中一個暴徒咧咬斷咗手指。我知道件事，我睇到個情況之後咧，其實我好唔開心，好甚至乎問點解嚟得咁慢咧？點解嚟得咁遲咧？同埋佢哋點解佢哋要去到即係去到咁樣對付我哋警察咧？好明顯，當其時個現場環境係佢哋，我都唔具體講到入邊有幾多人，千幾千。一個很大量的人，我們那裡只有幾十個警察。我都記得是有個媒體的記者朋友，他見到 他很開心，都還有媒體的朋友，他都會還支持我們警察，他會走出來挺身而出，是不是他站出來擋住叫他不要再打。我真的想為什麼、你可以表達你的不滿，表達你的訴求，但是不是訴諸於暴力，甚至乎那種暴力是去到是嚴重傷害、人警察嗰個嘅身體，呢啲係去到其實同我哋同我即係做咗咁多年警察啊，即係處理過好多嘅唔同嘅示威集會嘅場景，完全係跳出咗好遠，唔係喺我可以喺我認知喺我會預計喺我會可以咁講接受到嘅一個情形。咁當其時，其實我哋接到一個案件係有個我哋睇直播見到一個老人家，咁就瞓低喺地下失去知覺。咁其實我哋好多同事，即係當其時現場都過500至600人嘅起碼，咁就好多人圍住阿伯。咁我哋睇直播見到，咁啊上頭叫我哋去即刻去拯救生命。咁啊指揮站咧就叫我哋要立即出去救人。去到期間都聽到，突然間聽到部機有同事被圍困、被圍毆，咁我就冇去理阿伯住，咁就揾其他人去理阿伯。我哋第一時間因為我最近，第一時間去咗葵芳嗰度就幫嗰兩個同事去解困。咁我去到期間見到都起碼真超過都200幾300人對兩個人。其實我跌喺頭跌喺地下嗰個短短嗰幾秒鐘嘅話咧，其實我個頭受到我都唔知幾多下嘅襲擊。跟住隻眼或者個頭部啦，喺呢度有隻腳踢上嚟，咁踢到我個頸骨啦、隻眼啦，咁啊嗰下都暈咗暈，咁個背脊都十幾支，我諗30幾支嘅棍或者遮嘅擊打啦。嗰兩個最初被圍毆嘅同事就腫曬啦，有個同事就俾一啲硬物，我睇翻片段有啲硬物抌咗佢塊面就腫曬啦，隻眼呢位腫曬。咁我哋落到去都係得3個，計埋個車長都係6個人。咁就去到現場，其實我見到就佢哋會褪頭嘅，但係就不停向我哋掟嘢。你話掟乜嘢？可能總之你街市、超級市場一個公眾地方有乜嘢都抌過嚟嘅啦。咁啊，到最後我感覺到咧，我把槍咧係俾人搶我支長槍。因為普通第一日我都知道槍唔能夠離手，亦都唔能夠俾唔係警務人員嘅人攞走。所以嗰把槍咧一喺我手邊俾人搶嘅時候咧，咁突然間成個人就暈嗰個狀態，叮一聲彈著咗個搶把，我把槍。跟住就用支棍掃開啲人，跟住咧就擎槍，咁啊通，咁啊叫佢哋離開。早晨，唔該曬，唔該曬。唔知啦，真唔得。驚使俾個蛋夾我，唔係執蛋曬佢哋，執佢哋。坦白，6個人唔能夠處理現場嘅環境，係真心嘅。即使你話我有配槍，我都係咁話。即係唔能夠控制得到，就要撤退等支援去到再處理翻咁嘅案件。咁就期間就令到好多同事受傷啦。撤退期間，因為嗰啲雜物係從四方八面抌埋嚟，之後就隨即就剝爆咗我個車長嗰個玻璃，令到個車長就流血。見到啲後生仔嗰雙眼神就真係幾兇狠。呢個係我即係咁多年裏邊，除咗一般好大型嘅賊，
個兇狠嘅眼神之外，依、這個係我好記得嗰個四眼嗰個男仔嗰個兇狠嘅眼神，好兇狠。唔想粒子彈打到任何嘅小朋友，咁所以就其實一舉槍佢肯走嘅走啦，咁就所以就會發生舉槍但又唔開槍呢個情況。如果粗略估計，我諗廿幾三十次。等到凌晨，佢翻咗屋企，睇完醫生翻屋企，咁就佢入屋嘅時候，因為小朋友瞓曬，工人瞓曬，咁佢就攬住我咯，係啦，跟住我就想，因為屋企好黑啊，我想檢查，喂，扯開佢啲衫睇下，跟住佢就攬曬我咯，咁我就睇唔到咯，我覺得你個個都唔講，應該要講俾我聽嘅一樣嘢咁樣，係啊，因為作為你個老婆，我係會擔心嘅。雖然很多事情我是預料了，但 是,、即是如果你被人打得比較嚴重一點，我覺得我應該都要知道，我扶住你也好、之後我哋就翻翻去附近嘅黃大仙差館啦。我自己平時都會去睇急症嘅，咁但係今次係第一次著住制服入去警察制服入去睇急症啦。咁明顯地嘅態度係有啲唔同嘅，就一定唔可以話係以一個關懷嘅態度去對待我呢個病人㗎啦。咁就但係比較令我詬異嘅就係嗰個醫療嘅專業判斷啦，特別係嗰個病假嘅判斷啦，我會覺得有少少唔係好專業嘅。當時我即時得到嘅診治，亦都係只不過係一支嘅破傷風針啫。咁所以喺事後，其實我同咗我啲上級去討論過之後咧，咁我都有透過福利部咧係作出一個正式嘅投訴。因為佢要再聯針咁樣，我話我喺出面坐喺度等你啦咁樣，跟住我就出去坐，坐咗下我唔得啦，我不停冒汗啊，因為可能我又再諗翻起不停咁樣叫嗰個牙肉，不停冒汗啊，跟住再轉個頭咧，原來我已經暈咗啦，其實我唔知噶，即係佢係為咗支持我啦，咁啊堅持住最尾一刻頂唔順先出去，咁啊暈咗喺度啦，已經係啦，咁我覺得依樣係。幾深刻嘅，對於我受傷嚟講，反而依樣係我最深刻嘅嘢，係啦。我現在希望你能夠立即離開，懸崖勒馬，給自己一個機會，扭回你供養你成人到今天的父母。我請你現在離開。好，跟住我再拍隔離那個，都是用雷射光，沒錯，是你了，是你，是你。今年是2019年，我們數回25年前了，不如1994年，當時不要說 4G、5G、3G 都沒有。我哋觀察翻咧，都係後生仔多，咁我哋都估計可能都會係區內啦，或者係附近嘅人士多，咁所以就Madam 啦，同我哋傾完之後咧，都有個諗法，不如我哋試下咧，睇下會唔會可以勸到佢哋離開。如果非法集結你出嚟嘅時候係5年後，如果你有進行過刑事毀壞，會係10年後，加埋15年。再如果參與過暴動，25年後，你數數啊，25年失去咗幾多光陰？咁都見到係由開頭個雷射照嘅
呢個係頻密嘅程度啦，真係減低咗。我自己咧同埋其他同事。咁另外亦都咧係見到在場有啲人士咧真係選擇咗離開嘅，大概有四分一人啦。我講咗大概半個鐘頭之後，咁然之後當我哋再有同事出去做驅散嘅時候，就已經全部走曬。咁起碼第一，我哋見到行動係即係佢哋嘅暴力行動冇升級到啦。係入嚟。上，我哋過嚟攞指示㗎。好，咁今日下晝咧，我哋會計劃一個行動嘅。咁所以咧，你就幫我集齊啲同事，咁就十五分鐘後，咁啊，我會俾個詳細嘅分時。咁就嗌啲同事咧先攞曬裝備先，咁啊都人齊之後咧，咁啊我就會同大家講咧今日行動地點咧同埋詳細安排噶。好，收到曬。OK， 好。同佢好多時譬如去拍拖啊，或者係食飯一啲我哋嘅私人時間嘅時候咧。很多時候都會遇到他要去出勤的，他只是跟我說了一句說話，他說對不起老婆，我要做事了，這樣。我太太說最多是今晚幾點回來也是我每一次都答不到的問題。現在是會有一個無盡的等待，也都會有無盡的擔心。每次都是說我都想知道個答案，那留定湯今晚回來喝。每一晚佢翻嚟嘅時候咧，其實我第一件事咧就係要確保佢係無穿無爛、完整無缺嘅。基本上見佢仲多過見我屋企人，咁大家如果好似你見到嗰日，其實大家都好開心，即係仍然係一個抱住樂天嘅工作態度去到做我哋嘅嘢。經常我四五年人都等今日嘅，你知啊？可能今日未 end game 咧，你唔好講呢啲。鳩牌。我琴日朝頭早我同媽咪飲茶，開口埋口全部都係咩啊？小心啊，安全。咁我哋身邊朋友大部分都係警察，但你老婆咧，唔係警察嗰邊咩？係嘛？佢身邊嗰啲全部都係其他嘅。咁其實佢承受巨大壓力咧，係遠超過我哋。喺我角度，我覺得我嘅生命俾我太太嘅，應該就我覺得保護我嘅生命好重要。乾糧唔到啦。今日嗰啲乾糧咧，係真係捧我咧先好食。好得唔得？如果忍到頂到唔得，因為我唔知道今日打幾耐嘅。真係唔知打幾耐。如果超過二三十個鐘，到時就麻煩啦。好冇？咁我形勢點翻嚟？哇！咁我係25號當日沙咀道嘅11個其中一個啦。其實喺影片度咧，大家都睇到。我都好慶幸我有經歷過一日嘅。當時仲未開槍之前嗰一兩秒，各位同事係俾人亂棍咁打緊，我哋做唔到太多嘢。佢嗰陣時係好心急，直接開咗一槍，其他同事亦都開始掹槍指住前面嗰批人，佢哋先至開始繼續噴藥頭。六月到依家，我相信大家同我一樣好心寒一路諗住我可以打到好前，收佢。六月到依家，大家積聚咗好多淚氣。很多時候我們在電視直播上面看到很多畫面，我們經常想自己幫不到手，那時候我一直都很在想如果我發生即好像
很多同事被圍了個困境，我能夠做些什麼？我相信大家一定敢打，我到現在我都一定會照向前打，向衝去最前面打，不是怕，但是其實那天我經歷完之後，我第一時間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怎樣不被我家人知道我在現場去到我識呢副嘅翻到屋企，我直接著長袖衫褲喺屋企，驚屋企人見到我上曬。咁好慶幸佢哋認唔到我。我唔係驚我受傷，我係驚屋企人或者身邊嘅朋友有更加多不必要嘅擔心和刺激呢份工。警察部三萬多人實際落地打嘅有幾個？傷一個，識呢副一個，就少一個。唔會話突然間多咗好多新力軍，就算突然間俾咗好多前線嘅夥計去前面打，佢未必夠經驗。所以其實依家嘅頭牌就好似 PTU 咁樣。保護自己，保護身邊隔離嗰個，呢個係着重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唔好再諗，做咗第一樣嘢先，之後嘅事之後再解決。我想講緊。交俾我。喊我女仔。哎呀，做乜喊啫？好啦。咁，我得，交俾我。In the 95 days since June 9th, Hong Kong people have been plagued with 130 protests, in which over 110 ended in unprovoked violence and unlawful acts, driving hundreds of small businesses to close down and many workers jobless.围堵自强啊，很多事情都是破坏公共措施，而且是影响大家全世界对香港的安全的概念，这个是影响香港全球的，很危险的。去到縱容呢個暴力，去到容忍暴力嘅滋生，因為其實我都好擔心，暴力喺年青一代滋生咗喺心入邊咧，就好難抹除得到。我哋就希望佢哋自己能夠作出克制。去到今天，我哋2019年喺香港發生嘅呢個咁樣嘅風波裏邊，記得嘛？佢哋嘅暴力手法係點樣樣咧？去到唔係淨係喺街頭執磚頭。不是只在街頭執鐵枝拆了個鐵欄那麼簡單，而是去到用到什麼？用到雷射槍啦，用到鴉叉啦，用到這個射魚的魚槍啦，這些根本我覺得是一些軍事化的武器。你看到他們戴著的防催淚煙的口罩啦，他們的頭盔啦，他們的護甲啦，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根本是很專業。
我唔敢講，可能個保護性好過我哋警察嗰啲添。我唔敢咁講，都係好專業、好一流水準。咁呢啲係乜嘢嚟嘅咧？點解佢哋會有咁大量呢啲咁樣嘅裝備喺手裏面？背後嘅人士、背後動員佢出嚟嘅，其實嗰班人，我哋幕後嘅對手，其實我可以咁講，我睇到係好強、好強。是打暴徒，不是在啡粉度捉緊個偷嘢嘅巢喎，咁啊另外一回事喎。即係喺我個角度嚟講，即係我唔可以再同你喺度講講下道理嘅，基本上係冇可能嘅。各位市民、傳媒朋友，大家好。為了讓市民更加清楚了解有關近期公眾示威活動的訊息，警方每日下午的四點將會召開記者會。事態比較的發展比較多，每日發生的事情多，亦都看到就是一些謠言比我們預期之中更加密度越來越高。亦都嗰個謠言嘅所講嘅內容嘅指控越嚟越嚴重，咁我哋就即係開始認為咧係有需要咧，就更加頻密咁向市民去交代我哋嘅工作，同埋去即係澄清翻一啲相關嘅謠言。好多時一啲好細微嘅出錯係會，咁所以我通常喺入去之前第一樣嘢就 check 自己嗰、那個即係、就是、個 folder 裡面究竟。啲稿齊唔齊啊？有冇排錯次序啊？咁另外咧，其實我哋都會，因為你見到其實每一日我哋大概有三至五個講者，咁我哋入去之前通常都會互相鼓勵。嚇，呢個係即係其中一個，我諗我哋每一日行入去嗰個即係新聞室之前嘅情感上嘅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咯。因為其實入去大致上會估到有啲乜嘢。問題或者當日其實記者會有啲乜嘢嘅關注，咁可能今日我會最受壓，可能聽日未必係我，咁所以我哋每一日嘅準備工作去到臨入去見記者之前咧，其實我哋係除咗頭先我話望望自己嘅 folder 以外咧，我哋好多時候係互相鼓勵，即、就、係、是、希望行入去嘅時候係即係大家有個好嘅表現，能夠將真係我哋想帶出嚟嘅資訊咧。是有效地令到市民知道。警方其實當刻去到港鐵的時候，我們的主要針對的對象是一些違法的人士。我想大家都可以很清楚，多個是，即是爆頭那些。我想先讓 Sir 講完好嗎？我可以，所以我覺得他有情緒是正常的。他有情緒，某程度上都一定是他一些感受的表達來的。所以我覺得第一件事就是我想香港現在是很需要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所以我自己即個處理方法一般我會讓他們即去表達的。在他們身上和在他們拘捕的位置是找到大量的一些攻擊性武器。你說了，其實我想問是傷者，你是不是我是不是說得不夠清楚？我想問被打爆頭那些人當中有多少個是示威者？這個才是我的問題，不是剛才你開場白已經說了，可不可以說一下？這位阿 Sir 是不是肯定被人打、被警察打過的全部都？我想這樣吧，你給阿 Sir 答完先好嗎？你應該給阿 Sir 說先好嗎？行了，阿 Sir 你說回好不好？其實你聽不聽明白我的問題是說什麼的？其
其實你係咪應承咗我，俾我先回答曬先？因為你重複緊啊，但又你冇答到，我驚你聽唔明白。我諗我要答嘅係要向市民交代當刻嘅情況啦，就唔係你啱啱好 specific 問我。唔係行家問題，其實好清晰㗎。我哋全部人都知道行家問有乜嘢。我覺得市民要知道雙者係咪就係全部？我諗大家跟翻一貫落嚟嘅規矩，未到你哋問問題就唔好搶住問啊嘛。如果咁樣咧，變咗咧一路都問唔到問題啦，大家個問題就喺度浪費緊好嗎？我繼續我的答案啦嚇，咁我諗咧喺頭先所講咧，我哋喺拘捕嘅人質身上面，同埋佢哋遺留落嚟嘅咧，有大量嘅汽油彈啦，有一啲雷射筆、鋼珠同埋鈎叉。咁我諗咧，同頭先你嘅問題或者其他人嘅問題裡面講話，我哋拘捕嘅或者我哋處理嘅人係一啲普通嘅市民或者乘客咧，這個咧我絕對唔能夠同意。打嗰啲啊，傷嗰啲啊，我都係再重複咗三四次。係啊，拉嗰啲入面有冇即係打爆咗頭嗰幾個人裏面有冇係其實你哋拉？我諗呢位記者唔好成日去中斷我哋答案啦嘛。你唔係中斷，佢未。而家好明顯你係中斷緊。可唔可以俾我問翻冇你問嘅問題咧？呢個場而家暫時都係我嘅。係個場唔係你㗎，係我哋警方㗎。而家我哋每一日嘅四點鐘新聞發佈會咧，其實個主場係我嘅。係啦，我諗喺每一日嘅記招裏面咧。都遇到有時有啲記者嘅發問或者某一啲議題嘅時候咧，其實個主導權咧其實喺警察嗰度。再講一次，警方當日採取嘅行動咧，我唔能夠同意你個答你個問題就係我哋警方去毆打市民呢、這個我唔同意啦。我哋冇收到任何與8月31日有關失蹤人口嘅報告。當日站內並無死亡嘅報告。醫管局喺當日接收嘅傷者咧，直至到現時咧，已經係全部出咗院噶啦。而當中係並無傷者死亡嘅。本處喺呢度重申咧，本處一直都係按現場人員嘅觀察同埋記錄，向傳媒咧如實提供有關事故嘅資料。四個部門同埋公營機構加埋咧，我諗可能做咗十次以上嘅澄清。咁但係咧，仍然係有人唔相信，繼續喺個網絡裏面去即係宣揚一啲假嘅消息，令到好多市民仍然係會見到我嘅時候問我究竟真定假㗎。咁我諗呢啲都係一啲好有目的嘅一啲謠言啦。四個警告先至去到去作出拘捕行動，其實對於一個法理程裏邊嚟講，或者其他普通市民仔女嚟講，其實都幾合理嘅，因為能夠俾機會人哋走，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合理嘅做法。其次，亦都令到我哋嘅同事，所謂嘅示威者，佢哋都有個離開嘅機會，避免咗身體嘅碰撞，令到雙方佢哋受傷。其實我覺得依、這個未嘗唔係一個好嘅方法。Thank you.
我哋嘅同事係非常之克制。你話如果相比其他國家，基本上我諗應該開咗好多槍。但我相信我哋同事如果開得槍咧，基本上都可以將佢命中。但係有陣時喺個罪案現場，我哋見到好多人仍然喺開槍之後仍然圍住我哋警察，要我哋出示我認證啊，阻礙警察工作。依個係我必須要同你講，唔好咁做。其實包括佢哋自己都危險，包括我哋同事都危險。我哋唔能夠確定你係咪佢哋同黨。傷害到人，又破壞到其他人嘅生活嘅秩序，破壞到公物，其實我覺得呢個自由就必須要受限制。即係我覺得，無論你係因為咩原因，你背後有啲咩理念，但係如果你做一啲嘅暴力嘅行為，去傷害其他人，或者係你做一啲嘅行為係破壞到社會嘅安寧，或者係視法律於無物嘅話咧，對於我自己嚟講係絕對唔能夠容忍或者接受。所謂的藍即是支持警察執法，即作為警察，警察就是執法而已，見到違法的事就執法，是絕對不是一個政見，是不是？我們沒有政見的，我們的工作沒有政見在這裡，無論是所謂的黃絲或者怎樣都好，他有個政見的話，正如我所說，我會誓死保衛他能夠發聲的權利，我誓死保衛他能夠去即擁有他自己人權的權利，亦都會咧去保衛其他嘅市民咧有同樣嘅個權利一樣。我自己本人係俾人起底啦，咁我屋企人都俾人起底啦，擺一啲資料上去啦，會做一啲點樣騷擾法咧？例如幫佢申請借錢啦，
可以申請捐贈器官啦，幫你申請呢、這個做慈善啦，捐贈即係嗰啲咩好多即係喺捐贈幫佢報曬名。咁你亦都見到呢班暴徒啊，唔好意思，我一定要用暴徒嚟形容呢扎人。佢哋不單止喺網上起底，佢直情咧係去攻擊我哋同事嘅屋企、家眷、宿舍。黃大仙宿舍好一個好典型嘅被攻擊嘅宿舍，令到我哋同事喺執行職務嘅期間，仲要擔心屋企，依個係對我哋同事嗰個困擾好大。屋企有兩個小朋友嘅，如果你講緊我冇屋企嘅，我自己一個即係單身嘅，我覺得冇問題，我即係可以公開我樣添，但係我唔想影響到其他人，即係影響我自己屋企人。但係我都想講，我仍然係即係覺得我自己份職業係 proud of 自己份職業嘅。其實我一直俾人起緊底，一直騷擾緊我本人同埋我屋企人。其實我都唔知道日後我真係放假嗰時候，我夠唔夠膽去接觸我嘅屋企人。其實喺而家呢個行動裏邊，我基本上是盡量減少接觸屋企人，因為我不想將他們牽連在內受到騷擾。我沒有做錯任何一件事，我面對得曬所有全香港的人，我只是執行我警察的職務，法例賦予給我的權力去制止一些犯了法的人，所以我將這方面的壓力我是拋開了的。你繼續起我底都不會影響到我自己在心裏面的使命。会有所担心，但是我们还是想尽方法，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让孩子来上学，因为小朋友跟政治毕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又不会帮边边的，总之觉得这样破坏，我哋就有啲反感，即系你搞到小孩子整個暑假根本都沒地方去。你可能都要跟屋企人講清楚，到底你諗緊乜？就算他哋不同意都好，你話翻俾大家聽，其實我而家不是走咗去邊度嘅，我是罷課，就係、是、咁。我知道有啲嘅家長會同學校講啊，你可唔可以令到我仔唔好罷課啊？其實做唔到嘅，因為真係決定罷嘅，你咪睇下佢點樣去即係同佢做個一個協調、一個協議。咁到底你罷到幾時咧？幾時完咧？等等，呢啲都係一件好事。其實一路有留意住，即係嗰個情況嘅發展嘅。因為如我所講，其實呢件事唔係發生喺我一個人身上面，其實喺即係警隊，我哋有過千人係有咁樣情況出現。咁所以即係我哋都係互相要去叫大家要留意啦。如我之前成日都講嘅，其實禍不及妻兒。我諗每一個人都唔希望自己嘅家人咧牽涉喺一啲即係同工作有關嘅一啲事情上邊。都有一些通識的老師，他對自己班的同學開了一個群組，即係嗰啲 WhatsApp 群組，知道有一個同學的哥哥是警察嚟嘅，咁就喺啲行動上咧，係曾經係開過一些布袋彈啊等等嗰啲槍械，俾人哋就起咗底。咁佢喺個群組裏邊，竟然鼓動喺群組裏邊嘅學生去欺凌呢位警察的弟弟。裏面的言辭就真係好令人即係髮指，例如你警犬啊，你做得你阿哥做呢啲啊，預咗俾人哋蝦啊咁樣。我你抹地啊你！幾多樣啊？仲有咩嘢？做咩啊？有咩分別啊？頭先嗰個。我驚啊，不過我唔係驚自己，我驚我屋企人。咁就
即係呢個擔心嘅係我諗每一個父母或者每一個作為人哋老公嘅人，我諗都會擔心。我寧願自己唔瞓覺，咁我就親自去接佢哋放學啦。咁我記得係起底嘅時候咧，有啲嘢寫咗出嚟嘅，就係話要用麻包袋去接我小朋友放學，然後咧就打到佢殘廢，係啦。咁就我好驚佢哋會傷害我小朋友嘅。其實話唔緊張就係假嘅，因為如果我自己我冇問題嘅，我覺得我冇問題。但係如果拖住我兩個咁細嘅小朋友，我覺得係好驚啊，因為佢哋係冇反抗能力嘅。好彩地就我嘅仔女又而家仲細嘅，咁就未話咁正式去投入呢個社會，接觸到咁多人。即係如果對於我自己嚟講，我做得警察，咁我就會承受呢啲嘅危機啦，係啦。咁啊，但係都係嗰句啦。咁我哋做警察嘅係對得住天，對得住地，頂天立地。我覺得冇咩好驚，係啦，係啦。咁所以係反而係擔心我哋嘅身邊嘅親人啦，係啦。佢哋因為佢哋唔係警務人員，佢受到歧視，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唔公平嘅。我哋真係踢波嘅，因為我哋有時收工之後，或者有時放假之後，都會我哋呢一隊咧約出嚟踢波打波。足球隊點解要改名足球隊？因為譬如我 book 間酒樓，我都唔知佢撐警啦，定係原來唔中意警察。咁同埋因為最近都啲起底嘅呢個風氣，其實都好令到我哋好擔憂。所以我哋都盡量避免啦，俾人知道我哋係咩部門啊、咩名啊咁樣。十一波得唔得？即係做我伴郎啊、兄弟嗰啲咧，其實佢哋同我完全係，佢哋係王嘅。其實佢哋真係王嘅，但係我好感恩啊！佢哋知道我係警察，佢哋冇同我講過任何政治，冇同我表達過佢哋對於警察嘅想法，我知嘅其實。
哇！我哋今日就係講合法區遍地開花。嗱，咁咧就已經講咗啦，喺34個商場，我哋嘅任務維護法紀，保護咧生命財產。嗱，我再重複啊，就係維護法紀，保護生命財產。我哋今日行動大綱咧，同琴日相類似嘅，我同 RC 傾咗啦。今日我十幾年前啦，我做警察，其實我喺公共屋邨長大。咁我做警察之前，咁我即係小朋友啊，我細個長大嘅時候，我哋嗰個環境公共村嗰啲環境係唔係好好啦。我見過好多犯罪嘅行為啦，包括咩咧？吸毒啦，販賣毒品啦，搶劫啦，係啦，黑社會嘅廝殺啦嚇等等，都係陪住我成長。我嗰陣時做警察咧，個初心咧就係好簡單，真係警惡懲奸，除暴安良。呢個係我嘅初心。香港係好安全嘅城市，係咪？好多遊客嚟香港都唔會擔心俾人搶劫啊，唔敢出夜街啊，會有危險啊，唔會嘅。唔同世界各地嘅比較，香港好好。甚至乎市民對我哋嘅支持度咧，喺呢件風波之前咧，其實大家睇翻啲民意調查係咪好高啊，八成幾嘅支持率。去到今天，好多出面好多人，除咗示威者以外，其他嘅即係我哋地區嘅夥伴係嘛，忽然間好似同我哋割咗隻咁，商場唔俾我哋入係嘛，屋苑大廈唔准進入停車場不准進入，是匪夷所思的。不過跟我初心我看到是都沒有改變。我今天執行的，雖然我不是去拉緊那個吸毒者、販毒者、搶劫者，我現在對付的是一個整個社會內部的保安。其實我都是一樣，我現在帶著我這麼大的隊伍，其實都是在恢復香港社會的秩序，都是執法，其實都是除暴安良，都是維持社會的治安。我很開心，我去到今天，即係我自己亦都係隨住我呢個良心、呢個初心咧，繼續緊我呢個工作。喂 ，Devon Dev to RC Commander， 早晨。喂，我想出面都發生緊事啦，好唔好？大家俾啲肉緊啲，我諗我想快啲出車，各就各位。有啲多人嘅地方，我收下啦。FCP RC Commander。觀塘秀茂坪區四撇 EU 佢哋負責，咁啊其他將軍澳黃大仙由我哋 RRC Tier 1 Tier 2負責。三架車有咩包？你哋因為你可能拍啲，咁你到時你咪要曬全部噶嘛？你可能你就要少少嘅啫嘛。我知道，我明白。因為喂片面開花，你記住啱啱雅蘭中心咧有個夥計單落單，爭啲俾人搶警槍，佢哋好勇武，好勇武。你提醒啲兄弟啊，一定要團結，走埋一堆，唔好落單，就一落單就出事。Thank you.
即係我係官，我係將，我係將軍澳，我係九龍東嘅都係咁。係啦，全部沖散曬，去蒙住烏雲，周圍散。O K。嗱，已經講到，喂，不如今晚先玩，今晚八點再玩，咁樣。O K。但係而家我係講，可唔可以咁講？暫時商場冇。冇，褪曬出去。褪曬出去。褪曬出去，外圍。O K。咁啊，散曬。一齊咪？有啦，通咗啦。家姐爭爭子晴姐去廁所。好得意。今日嘅大導演都花神。他話事，他揸裝，而RLC 大隊兩個大隊都分別一個在荃灣，一個在沙田。要再 form up 玩荃灣的話，都是呢兩個大隊行先。而我哋咧最可貴的地方就係 EU 是成熟的同事。補充兩句。好。第一咧，關裝備嗰啲嘢嘅。第一咧，你嗰個豬嘴咁樣掛咧，適合嘅，因為你再掛腳咧，未必夠位噶啦。第二，你啲細邊細眼啲嘢 ，speed loader。Bond卡、銀包、電話嗰啲容易跌嗰啲嘢咧，自己 secure， 因為咧有時兵工戰危咧跌咗咧個手尾就好長，所以咧趁咗少少時間咧 secure 曬所有自己細細粒粒嘅裝備，唔好跌。嗱咁多。可以啊 ，double check 下自己啲嘢啦，嚇 double check 下自己啲嘢。咁啊擺位嘅方式咧，按你自己個人意念。今日無論咩裝備 ，free 啱你自己 style， 你嘅 tap 你自己最迅速能夠達到嘅效果 ，that's all， 安全基礎。在我哋即係追捕嘅行動裏面，我都拘捕過好多人。我好記得，亦都好深刻。好當中嗰啲，尤其是係年青人，佢追嗰時好勇武噶，啊，佢掟嘢俾你嗰時，佢掟嘢襲擊警察嗰時都好勇武。可能因為佢身份係自己可以隱蔽咗自己身份，佢覺得自己係唔係自己啩，係可以完全係失去理性咁樣去攻擊警察、放火、設路障。但係當我警察捉到佢嘅時候，當我除開佢個口罩嘅時候，佢即刻嘅反應係大喊、嚎哭。我問佢點解要出嚟，睇到係中學生，點解你要出嚟咧？佢同我講：因為香港冇希望，因為佢哋冇希望。佢哋呢度出嚟，佢出嚟去革命，佢哋革命。他們希望這樣做，透過革命去找到一個出路，找到一個將來。我問他，你知不知道什麼叫革命？他答不到。我看到我眼前捉到的中學生，很小個，十幾歲，有些大學生，其實都是未來的專業人才，讀緊專業的科目。點解他哋會行呢條路？點解要走出嚟，不顧自己的身體、自己的安全，甚至乎是個刑責？唔通佢真的覺得自己不會被警察捉到？我捉到他今次遇到这个情况，他受到法律的制裁，将来有刑事的记录，他们的前途会怎样？
咁我係唯有係喺我而家呢個工作崗位入邊咧，係繼續咧係去承擔啊。咁我希望喺嚟緊嘅日子入邊咧，係可以係首先保護好我嘅同事，支持我嘅同事咧係繼續去執法，亦都希望咧暴力嘅人士咧唔好再用暴力啦。即係中國人嘅傳統冬至大過年啊嘛，即係講完少少温情，喺阿 Sir 阿鄧未講之前，我都想即係多謝大家。即係琴日嗰個開工嗰個出席率都超過上年所要求入邊咧，係超標嘅。早兩日有真槍發現不特止，仲要係 open fire， 跟住咧仲有支 AR-15 800米長距離嘅槍械槍支發現，係好震驚、好震撼噶。我想知道現場有冇人受傷？因為頭先有人開咗槍，唔係警方開嘅。呢支槍唔係我哋開嘅。邊個開啊？有冇證據啊？邊個開啊？呢度就有 CCTV， 呢度就有 CCTV。我再跟住天聽。我都未同屋企人講嘅，屋企人講咧，我都話都係一個普通閒談，因為我都唔想佢擔憂，嚇，亦都唔想佢驚。但問心，你話對呢樣嘢喺我哋呢個位置，我點睇咧？我是憂慮的，憂慮意思就是他放冷槍呢，我們一棚人成70個怎樣顧呢，怎樣看呢？而你們行上是最前線，行出第一線的時候，你們是目標。少少跟同事仔傾下，因為槍林彈雨的年代是我們這些後生輩甚至四個號碼的輩未必經歷過，這些是靠即是你們當年你們有機會要做槍林彈雨的那些 case，究竟個心態點樣去 prepare？ 唔該，翻嚟。做領仔嗰個。升咗年終，我唔錯。邊度揀？哇！啲積到喎，好似啲微錢唔係咁多。唔係咯，微錢唔係積得到喎。有咁多咧？咁啊，投資都幾靚嘅，如果。新一代的同事，他們剛剛做警察，未必能夠見得多這樣的場面，無論是家裡的家庭壓力、心理壓力、工作壓力，其實他們有的。所以就是我們一個管理層，我們怎樣去疏導他們的情緒，多些跟他們溝通，即是他們有事不怕跟我們說，我們看看怎樣幫助我們的同事。至於我自己來說，其實我就沒什麼感覺，我反而享受就是我們警隊，我做警隊我最初心就是我要挑戰我自己，去服務我們的社會。呢碟飯你真係食曬喎！我真係估唔到咧，你爬山喎，真係咁大。阿鄧咧，你膊頭弱啊，受傷。唔好講啊，點解咧？啲同事都知㗎。好翻啊！大家多謝曬關。好翻㗎。嗰啲手勢 OK 嘅按摩。嚇有㗎。其實 Tarada 都六個月咧，嚟到呢一刻，喺槍支出現之前咧，我都即係 feel 到我相信我自己同大家同步，開始大家都會開始放鬆。事實係嘅，個規模細咗。區議會選舉一個咁令人咁大落差嘅結果之後，係平靜咗少少嘅事實。咁但係，佢唔係用再係一個大規模性咁去做，唔代表唔危險嘅。事實就睇到就係開始由私了，開始演變到出冇乜人，但係出炸彈，炸彈之後再出槍，槍之後開槍，仲要俾佢我哋揾到係一支長距離嘅武器。咁大家其實可想而知，其實嗰個背後嗰個策劃、那個預謀。係諗住做一啲係好激進嘅行為。咁其實近排啦，爸爸媽媽啦、外母啦，都好擔心我。每次見到電視機嘅畫面啊、嘅消息啊，都會打人問我啦，話我喺咪出邊啊。咁其實我咁到而家為止咧，我唯一一次講咗一個大話，一個善意嘅大話，我仲係話俾佢聽，我做緊啲救護嘅，即係冇喺前線嘅，我唔想佢擔心。
緊話聖誕啊、新年咧，咁其實都同太太太太傾好咗，會有個預期噶啦。咁都係會工作行先，咁啊咁我去到稍後時間先，可唔可以安排翻彌補翻呢啲嘢？會買大份啲嘅禮物，聖誕禮物又好，點都好，送俾佢哋，當係俾自己一個心靈嘅慰藉，希望可以彌補到我賠少咗佢哋嘅責任。我所知你連動物園都未去喎。講真嘅，動物園咧。我同佢都想去咗先嘅，但係始終旅行一定係開心啦，要放低曬所有嘢先咯。但係等件事完咗先啦，即係放低曬開心去一次我玩啦，不如就咁啦。有冇諗住生小朋友啊？隨緣啦。隨緣即係咩意思咧？未計劃住。想啊，聽日。聖誕節可能有啲嘅廣場、街道、銀裝素果、火樹、銀花、璀璨，好靚，但係意味著好多嚟慶祝嘅途人也好、家人也好、朋友也好，亦都會充斥嘅一啲 POE 公眾活動事件。總結中的總結，平安夜，祝大家聖誕節快樂。架車喺邊度等？有 Roger， 咁請同事小心，因為佢哋可能有武器嘅。加等佢。陣陣間俾曬落嚟，你條底下邊有個喺度。啊！俾我講咗三次噶啦，有啦，我聽到噶啦。婚後第一個聖誕節，其實開心啊！我咁大嘅人都冇人，冇咁多人。你有幾多人？係啊，咁。嗯，含春啊。
子添，系。系。圣诞快乐咯！今日廿五号喎。圣诞快乐啊！好啦，拜拜。拜拜。OK， 好啦，好啦，拜拜。Merry Christmas。每一日我穿呢件衫嘅时候，我都系一个使命感俾咗你，即系你系一个抱负，一个期望。咁至于嗰班觉得对我哋失望嘅人，俾啲时间佢哋啦，即系我相信时间可以证明一切。政協會回到我們那裡，市民都會知道我們警察 的專業能力，我們警察的香港警察的質素，我相信有一天他們的支持，他們的信任呢是會回到我們那裡。 Sorry So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 met The ragged men in the ragged clothes The silver thorn, a bloody rose Lik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s snow Now I think I knowWhat you try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y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will